猫咪即将远行，他妈妈说，出发后他遇见的第一只猫咪将会是他的真爱。谁？谁？说好的真爱呢？就这样匆匆的来，又匆匆的走了。猫咪，你可知相遇总是美丽，结局总是叹息，泪眼张望，却原来是你们缘分未及。人世间，有些人一旦遇见，便一眼万年；有些蜥蜴一旦遇见，哎，一言难尽呐、啊！哎呀，上上不去，下下不来，尴尬死了。呵呵，哥们儿，别光顾着看，搭把手撒。呵呵呵，嘿，我说兄弟，你咋见死不救呢？哼，有种你跳起来啊！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蜥蜴，真是太无情了。你居然稳稳地下来了，小样，想看我摔跤啊？门都没有。